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开肉的派。那么继续回来我们的这个惊悚与神秘小事的搭车人啦，然后就直接开始游戏了。Every time I look at this photo, I remember the little girl from my childhood with a teddy bear in her hands. OK， 所以这里是哪里呢？这是什么？我们上次是玩到哪里的？看来这是一座坍塌的旧矿井。我觉得用钥匙无法打开这种板条箱。等等，这里我们有园艺剪刀跟骨头。骨头 ？What the fuck is 骨头？所以这里没有东西吗？该死，有人割断了消防带。即使我想跑，哦，对了。上次我们就爬下来的时候，就在上面有人割断了消防带。哇，这个音乐是什么？这个音乐是什么鬼？好怪懒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发动机上的螺旋桨不见了，什么鬼都不见了。我要把这东西砍断，用把船松开，砍断可以用这个吗？可以，哎，可以啊。砍断了，而且你砍断了之后，你可以把园艺剪刀放回来嘛？他每次只要每个物品只能做一样东西的，他用园艺剪刀砍断一下，然后他就怎么说？他就消失掉了。OK， 这里是什么？啊，又要来找东西了。对对对，他妈的，珊瑚啊！要找三个珊瑚，这个不是吗？我一次就找到两个了吗？海龟？为什么这里全部都是鱼？这里是水族馆吗？小鸭子、鳄鱼、珊瑚、海龟。哎，螺旋桨，哎，我们应该要拿的就是螺旋桨。哎，有东西吗？哎，这里什么？带书签的图书，这个是带书签的图书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书签是吗？来提示。这是什么？海盗勾手 ，OK。What？ 双瞳望远镜，还有单瞳望远镜，就是两个瞳跟一个瞳的望远镜是吗？哦，双瞳。单瞳呢？单瞳是天文望远镜那种形状。有书签吗？我觉得他这里所谓带书签的图书，就是要拿一个书签，然后放在这本书上面，因为这本书是可以动的。提示：哦，这是海龟啊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太抱歉了。珊瑚，还有一个珊瑚，为什么这里会有珊瑚呢？哎，哦，鳄鱼啊，鳄鱼这种东西，鳄鱼啊，鳄鱼，哦，摇铃啊，摇铃是怎样的摇铃 ？Ice cream， 哈哈哈，木质小鱼，木做的小鱼嘛。真的，螺旋桨，我们要找的应该就是螺旋桨罢了。螺旋桨是什么？螺旋桨是怎么样子的？这什么？单瞳望远镜啊！啊，提示再来。哦，螺旋桨找到了，木质小鱼。我觉得我们找到螺旋桨就应该可以走了吧？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找东西？木质小鱼是什么鬼啊？啊！不要浪费电，不要浪费电。啊！提示了。哦，这个是书签啊，干啊！木质小鱼啊，到现在还找不到啊，木质小鱼。
喂，呵呵，找到了，这东西也许对我的调查有所帮助。好了，螺旋桨，果然是螺旋桨。所以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？啊，这是什么？等等，我们先去外面装上螺旋桨，先装上去看。在迷雾，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航行是非常凶险的。我要找到小岛的精确位置才行。OK， 所以地图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迷宫来的吗？那是？哦。What？ 喂，不能撞到墙壁是吗？哎呦，好辛苦哦，我的天哪！哦 ，shit， 死路！这里，这里，等等，先看一看呢。如果上去的话。上去是怎样的上去？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？我都不知道啊！干的晒，上去看。你不要乱乱插好不好？下去是死路，上去呢？上去也是死路。我们到底是要去哪里？是去对面吗？那么就下来看。对啊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要出海吗？现在是要出海吗？What the fuck？ 你是要去哪里？你告诉我吧。哦哦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是不是要走来这里呢？对吗？哈哈。地图，要走了吗？出发吗？哇！What the? What the? 哇，哈哈哈哈，什么鬼来的？哦，可以撞吗？可以撞墙壁吗？撞撞撞撞撞 ，Yes， 撞死他！哇，帅，太帅了！我就是喜欢撞你脆啊！哦，翻船啊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太好玩了，我绝对不会跳过的，这个太爽了，玩到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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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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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的主角啊，我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啊？现在，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？去小岛，去那个什么鬼小岛是吗？无人岛。哎呦！太好玩了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好啊。可以加速吗？而且哥哥，我们在地图上面看到的是很复杂的地形，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有几根木头罢了，只有一些木头跟一些小草杂草水草这些。哇，这个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我的，这些是什么来的？这些是一种石像。要到了吗？好远啊！哦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看到了，有形状了。可以走快点吗，老大？加速好不好？手电筒啊！哦，到了到了。What？ 哇啊！发生什么事情？谢天谢地，幸好这块石头靠岸边很近。不过现在我必须找另外一条船才能回去，烂掉了，好吧，好蠢啊！这什么？千金坠？千金坠是什么？我只是知道千金顶是什么罢了。
这种绳索非常耐用，而且不容易拉断。哪一种？你是说的是哪一种？好，这个金属罐是空的，而且有很多破洞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至少有一边是完整的。可以拿上来吗？喂 ，Hello， 哈，那阴影是什么东西？太诡异了，你知道就好。拍照。What the？ 我这相机好像还能拍到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景象，看来我得用照相机拍多些照片。这景象真是太奇怪了，我发现地下好像埋藏了什么东西，可惜我暂时弄不出来。铁丘饼，好像有人在这里埋过什么东西是吗？哎，不能挖开吗？骨头。哇，这里更加恐怖啊，好不好？没有螺丝刀，想把它们拆下来，这比登天还要难。主角，你太幽默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一艘船是吗？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？我不想乱乱走啊。我不想乱乱走。这里要找东西是吗 ？OK， 试管。星舰，还有什么吗？哎呦，头骨啊？为什么要找头骨？又是鸭子？为什么你要找这么多只鸭子？到底干嘛啦？这什么？哦，水果，这是水果篮。哦，还要找其他水果，然后放进这个水果篮里面是吗？锤子，这什么？这怎么念啊？捅厕所的什么鬼啊？不会念了，拍谁？水果。哦，鸭子，又找到一只鸭子，好多只鸭子。小暗铃。烧水用的壶。哦，香蕉。水果篮，手杖啊，那个是什么鬼？雨伞。哦，皮带找到了，还有试管捕鼠器。这是试管捕鼠器是什么？哦，捕鼠器是我知道，抓老鼠上面放 cheese 然后抓老鼠的那种机器。哦，找到了。我完全不懂我按了什么东西啊。雨伞、手杖是拐杖是吗？手杖啊，雨伞呢？我连雨伞都找不到啊！雨伞应该蛮大的不是吗？而且它的雨为什么又大又小的？哦，这是手杖。雨伞呢？雨伞。雨伞。哎，他妈的 fucker， 你还跟我打雷呀、啊？还会打雷的哦，原来。我以为只是下大雨跟下小雨罢了，还会打雷的，原来。他妈的，哎，他妈的，你。我以为还是九九打一次，没有想到是这么快又打多一次了。他妈的，你打了一次的时候没有提醒一下吗？他是没有规律的吗？不要再打了。哇，算了，我不玩了。啊，这是雨伞啊，这是雨伞。这什么？锤子。不能。哇，这里太大了。干得不错，吊桥放下来了，但还差一点。哎，哇 ，TH 76，
哎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将吊吊瓶 A 移到最右边的位置，将吊瓶 B 移到最左边的位置。使用开关 D， 选择需要调整的频段。使用旋钮 C 将 A、B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。打开收音机前盖。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不是这个来的吗？这个要放哪里？我们看看提示啊。它这样子的话，应该是要这个画面里面，这个东西要放在画面的某个地方啊。来提示，快点提示。哦，这是吗？平衡锤太高了，我可够不着。哦，没有啊，没有东西，好吧。好的，这里好大呀，好多范围啊！我怀疑这艘救船还能用吗？不过也许里面有可以利用的东西。检查发动机，依然无法运作。What the fuck？ 这什么鬼？这是这个吗？好像不像啊，应该不是。他所谓的是，他是收音机来的。那什么星光密钥？什么是星光密钥？看上去好像是渔夫刚刚离开的渔夫。哇，又一张绘画！哦，哦，什么鬼东西？他看上去就是画里的那个家伙。上帝啊，我真希望这一次这张画不再与死亡有关。这是什么？水里有什么东西？是会是什么呢？真希望那不是渔夫的尸体。那男人的。这种死法简直太可怕了，幸好我不喜欢钓鱼，真是谢天谢地。那男人的魂魄正在死死地盯着我，而且他看起来是那幅画中的渔夫。看来这些人正是完全按照图画里所描绘的人的方式一个一个死去。一大桶钓鱼的用具，等等，我们现在是要把渔夫救上来是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渔夫的尸体吗？锤子，不能。好了、哦，哎，这里有张纸，马什么鬼尔，马 X 尔先生，我特此向您保证。那座印第安古墓绝对在我们彻底监视之下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除了你女儿克里斯蒂之以外，再也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。不过既然他不是，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在意那个男孩，甚至不惜冒险生命的危险也要去拯救他。克里斯蒂是我们的女主角是吗？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女孩。是什么木板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但缝隙太窄了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。骨头、锤子、星光密钥，什么鬼都做不到啊！他妈，那你是干嘛啦？什么鬼都做不到啊！啊，算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套筒扳手。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一块铁板，这对修补船体很重要，而且这次恐怕不是用胶水就能解决问题的了。哇，好麻烦啊，真的。提示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雨神曼陀罗，曼陀罗好像是什么啊？
与蛇曼陀罗是什么？我好像有在哪里听过这个名词，可是我忘记了。这种情况下我可没有办法操作，秀得太严重了，至少还而且还少了一个把手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是吗？这里太多东西了，我来找了，太多东西了。螺丝刀，救命哦！我真的是要发神经了，这里好多东西要我们找。盖子钉的正经，想赤手空拳把它拆下来是不可能的。哦，锤子，对了，终于有一点。哎，这什么？千斤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哎，这是消防钩。哦，消防钩可以拿吗？不能。这个呢也不能。明明就能，为什么都不能？明明都可以，为什么都不可以？这些已经够长了，你还不舍得拿出来，你还说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他妈的，你到底有什么脑袋？而且为什么这个拿不到上来呢？哎呦，搞明啊，搞明啊。哎，这里还有东西吗？喂，哦，这个可以啊。What the fuck？ 有东西被缠住了，我要用到小刀之类的东西把它刮开。一大桶的钓鱼用具，哎。啊！哎，找东西又来，哎呦！哦，相框里的飞蛾，装有船的瓶子。哦，瓶子在这里，可是船在哪里？哦，海龟，为什么海龟是这样子的？哇，这里的东西要我找好多哦！我找了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，还有恐龙、公鸡、花生、海龟、海马、小鹿、动物园、水族馆，什么都有。而且我听到的声音是好怪懒的声音，有一种好像那些木，哎呦，不会形容的声音就对了。拳击手套。啊，公鸡来了，那个是。花，哎，钓鱼诱饵找到了。刀子。哦，刀子就是我们要用小刀把那个渔网割开是吗？刀子找到了。哇，吓死林北。哦，刚刚说了一个非常怪懒的东西，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说这些东西。海马挂锁皮带，花生，花生来的，钓鱼诱饵找到了，还剩什么皮带？又是皮带，哎，象棋的竹，象棋的竹。你所谓的象棋是西洋象棋还是中国象棋呢？竹的话是一个圆圆的头的，如果是西洋象棋的竹是一个圆圆的头。啊，提示了，提示了，麻烦了。啊，这什么来的？我完全看不到。挂锁还有皮带，剩这两个罢了。啊！又来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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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转。哦，对了，任务啊，忘记有任务这个选项。找好合适的工具，打开大木箱子，修好旧船，拿到藏在甲板下面的东西，修好船上的小型起重机，小起重机，从船扣那里取走梯子。啊，
好啦，好多东西要做啊，我的妈呀，还有皮带。哦，果然小刀有用，小刀刀子，刀子的话我就知道了。我不懂，我剪断过后是什么东西？做好准备。哎呀，阿笨你！螺丝刀哦，哦，螺丝刀我知道。哎，钥匙，喂，好多东西啊，我那都满了了喂螺丝刀我知道干嘛？这里。梯子，我们拿到梯子要干嘛？等等，梯子是干嘛？这里可以吗？可以拿得上来吗？明明就可以。哦，锤子，铁锤子，锤子。哦，这里好多啊！亲爱的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我今天见到克里斯蒂了，他朝着沼泽走去，那时候已经黄昏了呀，到现在都还见不到他回来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切会加倍小心，玛丽。玛丽，又多一个人出来了。这么说，克里斯蒂来过这里，至少是他，至少是之前在这儿。真希望他平安无事啊！这个又是什么？轮形门阀。哎呦，真希望里面没有什么易碎的东西。我需要一块磁铁，这样才能把合适的螺旋找出来。哎呦，呵呵呵呵。磁铁，还有什么吗？我觉得好像没有了，能做的已经做好了。哎，提示看看。哦，然后呢？我不得不加多几块重物，这样才能把吊桥放下来。重物，你要多重啊？哦，这个是吗？千斤坠，沉重，超级重，放这里。哎，放哪里啊？他妈的，你要放哪里？哦，放上面。够重了吗？还不够重吗？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要做？隐约可见里面闪着光，似乎是电光。门也没有上锁，也没有把手，可这可怎么打开呢？这个哎，可以啊，里面竟然有人，要进去吗？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玩的好多了，我不想再玩了。那么各位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这个游戏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